来啦，快坐吧，请坐。都愣着干嘛？过来坐，快坐啊！走走走。哎，我来帮你。来，喝水。啊，谢谢你们来看我的比赛。听说你们想要签名。哎，你们干嘛？麻烦你签在我衣服上面，顺便写上周周最帅。周周，你能不能要点点？哎，得，我也要，给我签上比周周帅。我要比刘二、周周都帅。你们别逼我，到底谁最帅，自己看着办。走呀，来来来，接着吃，接着吃，哥哥来了，吃，哎，哥哥吃肉，我说你们冷不冷啊？要不要把空调再加大一点？不冷，不冷。陈姐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吃饭少说点话。可是你别看了，要不我们照一个合照吧？哎，好，合着。等，我能给你签名。对，给我留好，没有，给我两只。你不用，你去帮我拍照啊。啊，走近一点。哎，三二一。马老师，我错了，别不理我了，行吗？您好，您的外卖。谢谢。哎，对，这是我，马老师，是我。又要干嘛？啊，这年头话剧不好干了，所以。坚持送个外卖。